边先抽根烟好了。现在问题是要怎么把小朋友带下去？这人应该身上有钥匙吧？不要再咳了，不要再咳了。有手电筒、枪。他身上没有钥匙吧？他刚刚不是可以走上来吗？我刚刚是偷偷跟在他后面跑上来的、欸。我先把他藏起来。藏在哪里好呢？我藏在这里好了。感觉有垃圾。哦，这样啊，这样哦，太完美了，太完美了。Oh my god！敢是因为枪声的关系吗？哎呀，开枪的关系啊，起了骚动。靠背这边也有。有点惨。救命，要被包围了。干干干。钥匙放在那里是不是？在这边的小孩该不会已经被猝死了吧？天啊，干，我来不及救他哎、欸！还是这一位啊，被带到这里的这一位。这个地方是，有一位啊，干，汉斯死掉了啦！哦，有一位死掉了，没有办法拯救全部的小朋友。
哦，有一位死掉了。在我还在跟这位奋战的时候，还活着，还活着，现在还活着。Hello， 多拉，因为我想把这个破完，我想把这关破完。折磨中睡去，干你娘，干死了啦！死掉的意思吗？到底有没有死啊？这次没有讲，害我分不太清楚到底有没有死掉这件事情。嗯 ？OK。嗯？嗯？抽根烟吧。还逼小朋友吃哦！不，我前面捡到的耳朵是他的耳朵，我在上一关有捡到一个耳朵，就表示说耳朵是他的。反正这样还不能偷袭啊！位置还不能偷袭，不行，他进去的太快了。把他带走。OK， 我还有办法再上去吗？欸，可以可以可以。
干。走太快啊。走回去啦，八七哦。他回去了，他回去了。干！干！哇塞！哇塞，飞刀欸，会飞刀，傻眼，我傻眼。傻眼，飞刀。干什么挖眼珠剥剥皮？干你娘！娘在攻三小啊！嗯？嗯？靠背干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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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逼到死胡同了。哎，我居然还没死。哎，不要啦，叫抓起来啊！干干干干，我要被霸凌，我被霸凌，被霸凌。小雨飞刀没中，小雨飞刀没中。OK， 好。天啊！我伤得好重，我伤得好重，救命哦！他们都在找我。看，我一直被霸凌欸，一个被霸凌。关到，啊，完了完了，关到一位，关到一位，啊！
画面不是很可怕，音效很到位。哦，画面不是很可怕，我觉得他是故意这样弄。其实这个游戏的议题还蛮沉重的。OK。你现在看的时候，我的画面会很卡顿嘛？就是有时候我走路走到一半会位移之类的。把枪、手册、纸条、手写是不会哦。怎么样的主题的游戏？目前都不会哦，那会不会是因为时间比较晚的关系？这主题就是虐，他在讲一句，就是一群虐杀小孩的故事啊。就是其实这爸爸小时候以前在出去玩的时候，老婆被杀，然后两个小孩子被掳走失踪了，大家都觉得他的小孩已经死掉，但是老爸一直觉得他们的小孩活着，就四处在寻找真相，就是寻找各种可以找到他们小孩的线索。然后就发现了这一连串有各式各样的人在虐童，这样，还不是爸爸小时候。然后其实这里面除了在讲虐童的议题外，也有讲到就是也有不少的性暗示啊，还是反正就是各种很。口味很重的东西这样，但是他就是故意用这种画面去把它给包装过去。OK， 钥匙，我拿到钥匙，先把下面那两位给救出去吧。假的啊，不是这把钥匙，干，那这把钥匙干什么的啊？这个又是什么？我就觉得这也很像是某个什么机关。我先带好菜刀，准备砍老鼠，来吧。这些东西够了 ，OK， 好像开了，没开啊？我刚刚到底打开什么东西？我怎么听到咔嚓一声？第三层的钥匙，这里是第三，这里啊，这里应该是第二层。哦，是中间吗？中间有一个楼梯，那个门，大门的钥匙是吧？那往那边走感觉就很不妙。我再抽根烟。
阿爸现在已经被打成这样，真是可怜。他在警戒，我这样打他不会死。我去楼上吧，这一层之后再想办法怎么解决。对啊，看后背，不是往这里走，是不是？白痴哦，哦，往下面哦，往下面是不是？不要往下面。哇，这难打呢。见啦，抽根烟吧。哇，这到底有几层啊？小丑，这都是我前面遇到的人啊，那几位，那几位都是，血，救命哦！证据都赶快搜一搜。他走过来。先拿一下。绑架警察的女儿。监视器吗？我有点害怕，这是监视器。慢慢走，真慢慢走。这一层有点难救。OK。敢自称真的很扯，回家就过完是这样没有错啦，可是就
想说还是要救一下。还有哪里有小孩啊？不会走进来吧？这时候抽什么烟啊，白痴啊 ！OK， 让它动起来。OK， 干完了，完完。快快快快，倒完快走快走，被发现了，我太大声了。干完蛋，完蛋！干完蛋！右手有东西。OK， 我现在想办法把他们毒死。没动静，一定是忘了什么。完完完完完！坏啊！坏！嗯？嗯？可是放完毒气，我也要躲。没有面具，我也会一起死。另外一边开的，这边是糖果，应该曾经有关过小朋友吧。Thank you.
剩下楼下，我这层都救完了。我现在问题是楼下的钥匙，这钥匙到底在哪里呢？一定在楼下，干被锁上。干你娘啊！应该是下面那个开关，电梯吗？刚电梯看起来没有反应，应该是这个。OK， 门开了。果然就是这个。抽根烟吧。胖子在睡觉，给他死。有给过了，有给过了。他会醒来哦。那个胖子会醒来。开门啊！这边吗？别的东西了。要开枪，干掉他。OK。干，在他身上啊！不是这把钥匙，这是什么钥匙？小房间钥匙。哦靠，那可能每一个都要杀来试试看、啊，应该在其中一位身上，每一位都要杀。上面那位开始，虽然我觉得应该是左边的其中一位。OK， 大房间钥匙，不知道大房间钥匙是什么啊？这两位有点难搞，然后喂他们吃糖果、欸，哎，感觉有点难搞、啊，完蛋，不好搞，干不好搞，带他们去上面。
来，你来上面，来，来这边，来这边。我把你关起来，气死我了！来来来来，你还笨笨的。哎，没关到，有有有有关到，你在那边等我哈，你在那边都给你哦，好心救你，在那边给我叔叔抽根烟，干你娘，干你，好好好，干你娘，好心救你这边，啊，都给你就好了。来看叔叔被你们打成这样，这样对吗？这样对得起叔叔吗？还剩一位，抽根烟啊！打死人在那边弄疼，好啦，我现在是，我知道游戏有三个结局。
那我现在我这个算是第几个结局，其实我不晓得。那我可以确定的就是一个是一个是杀了孩子的结局嘛。那另外的结局就是这个是一个结局啊，另外一个结局是杀了自己的孩子，那还有一个结局要怎么破出来啊？就这样，这是小品游戏啊。哦，被孩子杀是不是？被孩子杀，那就是其实就是我一开始，是不是就是我一开始的方式？我一开始其实就有被小孩杀了。直接到房间，然后小孩把我给杀了。那我就，哦，那我至少玩了两个结局出来了。不然我来聊一下整个游戏的主轴好了。其实游戏的主轴就是在在以前某个时候，就是当主角他还是一家团圆的时候，就是反正就是某一天主角他跟他的家人出去，然后老婆被杀了，两个小孩被掳走，然后那时候就是主角被搞到家破人亡嘛，但是他一直想要。他一直不相信，每个人都说他的小孩已经死掉，但他一直不相信说他的小孩没有死这件事情，就一直在调查他小孩的下落。这样，他调查调查，然后他其实本身也跟警局有点关系，就是他侦探跟警局有点关系。可是因为调查这件事情以后，实在太危险，就是有很多人，警察很多人其实。警察里面也是有内鬼啦，就是反正就是有越来越少人去提供他协助，然后同时主角家里也有遭到一些不测啊，像是什么被恐吓啊，会收不时的收到一些恐吓信啊，然后还有一些房子被毁坏啊，反正就是肆意威胁说你再继续调查下去你就完蛋的那种感觉。他是原警官哦，哦，反正他原本是警官，然后因为离开了以后变成侦探，去调查他家的小，寻找他家的小孩，然后找着找着就是找到陆续有找到一些线索啊，就第一关是有些第一关是马戏团，那第二关是一个肥婆，富有的肥婆，本身还有一些性方面的交易这样。啊，第三位是医生，第四位是那个吃小孩的什么，我有点忘记了。那在第五位，反正就是他陆续找一找，最后找到最后一个，在一个房子里面发现了他两个小孩，然后他的小孩性格都变得非常的残暴。说最后他们找，在最后找到的那个房子里面，他们那个集团算是专门培养小孩成为性格异常的人，这样就是他们会让他们吃小孩啊，然后虐杀小孩啊，然后把他们的性格变得非常的残暴。就是最后主角也在那个地方找到他两个小孩，但是他们两个小孩已经被调教差不多这样。啊，我们刚刚跑出来的结局是两个小孩最后是有活着啊，然后可是老爸看到他们变成那样子，其实
就是一个悲剧啊！看到自己的小孩变成那样子，谁开心得起来？白痴哦！今天其实有跑出两个结局啊，一个是小孩把爸爸给杀了，啊，另外一个就是刚刚看到的最后一个结局。啊，据说还有一个结局是老爸把两个小孩给杀了以后，老爸会被捉起来。就是，其实这个游戏的议题还蛮沉重，可是我在想，会不会就是因为太沉重了，就故意设计成这样的风格？这个好像要我自己按掉，好像不会跑完，是不是？好，我把它按掉。